猜猜看是不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。哇，好，下面一题出题。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好，哇，谢振廷的灯光漂亮，两分钟万艳哈，请出题。好，来来，大根是不是？不用看了。可能幸福全好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你认为我不想得注定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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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偷的，对，漂亮，在你身边偷偷的爱你，真的会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听牌了，撑住，加油，大根，还听牌了，听牌了，我们关键也要加油了，猜一题，猜一题，请出题。伪装，伪装，哇！伪装，好的事情，啊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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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听牌了，都听牌，都听牌，棒哦！清兵要加油，清兵，反正清兵现在是一分了，下面一题出题。粤语歌哎，不过国家有不过国家的歌技。好，我猜猜看是不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。哇，第二王座，第二王座，请坐，请坐。刚好复习到陈小春的歌，你请下。用猜的，用猜的，鬼啊，鬼啊，太鬼了，太鬼了，请坐，请坐，相依为命啊，太恐怖。剩下三位啊，只剩难道不能三位都进吗？搞得压力很大哎，不可能有王位能挤得下三个人呐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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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蛮大的，请出题，图片。是什么？是 MV 吗？再加九。哇！我还没搞清楚，这是 MV 还是加加九 MV 的？伪装。恭喜曾伟忠，嘿，来，请唱好歌。好的，现在恭喜我们三位，我们魔王已经出来，大魔王很明显，人家第一个进场的，对吧？第二名就是冠燕了，是的，第三名就是伟忠。来，请他们三位为他们加冕，披上这个。交接仪式，不好意思，大魔王、中魔王、小魔王，等于也把这个责任给放下。对，是的，也要谢谢三位曾经我们节目里面好几期的魔王，他们虽然在我们守卫，三位在我们回忆往事当中已经成为过去，过